这个一号病房是这样的，我脑子里就看了。我晓得，这搁大后头，搁大后边儿，你到处出不去。不是，这一号病房，你去看。你这到屋里不干净好，你讲究。来，你看到不？这儿坐这儿的下儿，看到？里面有一个，把里面。这边儿，这边儿打开。从这儿生饭，从你一点搁大，我就在这儿转点儿搁大。里面也这样的。现在就从那个门就拖出去了。你看到？你去看着。而这边也是的。这要不方门这儿坐，门这儿坐，直直接别人不理进来了。不是，这边叫下儿。从这接饭进去一哈儿，这是个古道，是吗？这要不方是在种的。这个东西没治不好的时候到火神上去的。不是，这是当时草胶，没看到。到底还是没有这儿，有时候还是在外边，还是一直打开。你们看，别看了。